未未来十年，如果能够，呃，练习好，因为这是时代给我们的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就是我们眼看着活字铅排没有了，电脑排版变化，现在成为电子书，那所有的编辑，呃，怎么样变？因为在电子书这件事情上，其实是最后都是在操作多媒体，嗯，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很可能，哎。 到最后要看一段他的影片，嗯、要听他的声音。嗯、你想象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啊、呃、是现代，啊、呃、他在写书的时候，他的他的、嗯呃、他的影片很可能就被迁入电子书里面。对对、嗯。嗯、所以未来我们可以想象，像金庸的小说，或者是博洋的书，或者我们所出过的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都每一个编辑或者跟作者，他们都会有主张。 慢慢形成一个新的电子书的形态、嗯，嗯嗯、所以我们现在把电子书分成原创型、呃原版型的电子书，就是从纸本搬到电脑上的，或者是改做型的，或者是呃改做型就是像儿童书、绘本，我们改装成儿童动画绘本，有的是加值型，我刚才在讲说可以加入声音，可以加入影像，甚至于说未来是新创的啊，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做了一本。 魔术方块、魔方新世界，嗯，就是这个是纸本上没有的，可是我们找了一个网络上的软体工程师跟这个郭教授专家合作，嗯，我们的编辑三方去产生一个新的作品，所以我相信，呃，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十年是我们所有的 editor 要变成一个 producer 的过程，所以，所以呃，如果在这里。 我们的编辑可以去去找到最适合这个新时代载体或者新时代需要的作家、嗯，很可能就像你刚才问我的，嗯、有没有一个新的金庸、嗯嗯、新的博洋博洋出现，出现，嗯、或者是说金庸我们透过一个新的改作，使它可以跟新的时代去、嗯、去去契合。嗯嗯、我想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